你说，咱们这算不算是生同亲子同学？我和袁仲新埋于白骨之中，做第一波突袭，谁都不许死。衙内和薛应少女碰，观察大局。若和袁仲新失手或僵持，薛应做第二波强杀。太好了，我们过一段就走，不影响二位在这混日子。王宽小警假扮护卫，行刺成功后，你们第一时间上来抓住大家，然后以审讯为名脱离山道。诸位，凭未来战乱，就在这一遭了。袁浩来。